如果我说我爱上你，你会相信吗？那他当他在告别同时告白的时候，其实婉珍是窃喜，因为在演的时候其实就觉得喜欢。我觉得陈信堂对跟婉珍都戴着面具对着彼此。而且是我觉得只有一句话是我真的听清楚的，是他有说还是我现在看到的，对对 对, 对你就是这样，对，就一个简单的一句，那个就蹦，就我有感觉鸡皮疙瘩了，就一句话，其他的是都是戴面具的。我觉得因为这两个人都是都是比较保护自己，对，然后比较有距离，所以那个东西只要一点到，其实就会蛮明显。对，只要一点点是真心话的，哇！对对 对, 对, 对，因为真心是脆弱，我们不敢脆弱。对，所以其实就是听到他说喜欢或什么，其实不确定他到底是认真还是，但对自己来讲，听到就是还蛮开心，但又要装一下。我没想到他会用这种眼神看我。哦。那我第一次觉得陈信堂就哦，其实他是。没想到会有这样子的感觉，那是蛮惊讶的。是 当下我们彩排的时候没有，所以他很聪明，他会留到 action 的时候。然后你知道 surprise 。